欢迎收看《银河新势力》，大家好，我是柯震东。我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想去的国家，对，其实应该是 Las Vegas。对，因为我小学的时候跟我爸妈去过一次，可是那真的是无聊透顶，因为我每天只能待在饭店，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我那时候才小学而已，所以我非常希望，已经成年后，我希望去 Vegas 可以看一下当地真的。当地特色，不管是赌场也好，或者是各种大型的秀都好，因为其实会应该会跟小学感觉很不一样，因为小学就是待在饭店里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对，我爸妈就是去到处玩，到处逛，然后我就是待在饭店里，所以我希望成年后可以再去一次，然后真正体验到 Vegas 最漂亮的地方。爱收藏更久，努力压抑我快抱的温柔，明明在左右，爱最怕错过。